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益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益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益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53页，倒数第六行，从当中看起。啊，宋义，宋义为面色圆满，宝刹庄严，则更显佛光明中，隐现十方宝刹。如大圆宝镜，隐现十方。宋义是五种圆一本最后的一种啊，这一种里面说到宝刹庄严，其他的四种本子里面没有，则更显出佛光当中隐现十方宝刹。如大圆镜隐现十方，如真解所摄，那在光颜微微中隐现宝刹庄严相，十方诸佛刹土在佛的光中能见到。那日本净宗祖师大德的注解里面说得好啊，光颜微微当中不但见到光，而且在光中能够见到十方诸佛刹土。那就像宝镜当中能现声罗万象，上面这个说法正显华严境界，那在佛光当中见到了。下面现大光明，数千百变，
执佛与慧上，放大光明，瞬息万变，光色参会，自然最深。佛菩萨放光现瑞，确实是不可思议。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放光，尤其是殊胜特别，阿难作佛的使者见过佛多次的放光，都没有这一次殊胜。素浅不变，只佛与会上放大光明，光色参会，自然最深。如《法华经续品》说，眉间白毫，大光普照。这是佛宣讲一乘大法才有这样的瑞相。那么今天呢，现大光明，就像法华会上所说的大光普照，故知为有康僧铠的一本流通最广。这个里面说的微声光光一音同此，跟这个地方所说的是同一个境界，都是表佛微光明耀广大，无能比者。至于数千百遍，这同本经受乐无极品里面所说的自然光色参会转变最深，同表佛光，自然交缠回转，光色变化愈变愈深，无有穷极。这些光都表法的，表现这个法门，就是佛说的无量寿经。在世尊一生所说的这些大乘经典，一乘圆教，不但光色相同，而且比那些更殊胜，这个意思就是显示这一次说的这部经在一切经里面是无比殊胜的一会。稀有难逢引发
阿难的祈请。我们看底下一段，阿难祈请分为两小段，第一个小段见瑞稀有，瑞相看到稀有的瑞相，我们看经文，尊者阿难，即知是非，他讲的这个广，他就在想，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现以来，从过去一直到今天，所谓成见，佛讲过许多经，很多次讲经都放光，但是像今天这个光放这么殊胜，从来没见过。喜得瞻仰，生稀有心。这里面就是暗中显示这个法门稀有难逢，无比殊胜，显这个意思。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尊者阿难，即知是非。阿难尊者是本经的当机，他代表这一类的根基。若论其本，是一从古相应之法身大师，这给我们透一个信息，阿难不是普通人，在这个会上他是证得初果的须陀洹。这个是在世尊法会里面他所表演的角色，实际呢他是法身菩萨，换一句话说，他跟文殊普贤地位是相同的。舞台表演他扮演的角色是出国须陀洹，你到后台去看，他是法身菩萨，不是阿罗汉。法华经中佛告菩萨曰，这是佛在法华会上透的信息，他说我与阿难等，这个等字包含的人多了，也就是说明每一部经展开表法的这些阿罗汉，声闻众代表这些人，那也就是说明佛在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释迦牟尼佛的常随弟子1255人，
这就是阿难等啊，这些人都是古佛再来，位置最低的也是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像文殊普贤弥勒这样的地位，来协助世尊普度众生的。佛法很深，凡夫不能理解，听了之后也问不出问题来啊。那么这一些人在旁边代表啊，代表听佛说经有许多的疑惑，提出来向佛请教，让佛一桩一桩详细说明啊，实际他们一问一答都是帮助六道凡夫啊，这是诸佛教化啊，代表我们稳难佛说了，我于阿难等，这个等字就是与会1255人啊，于空王佛所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过去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地位相同的，可是阿难呢常要多闻，这要是爱好，喜欢多闻啊，广学多闻，无常勤精进啊，世尊呢他就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阿难是广修多闻啊，表这个意思啊。这个广修多闻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没放下啊，所以他的进步很缓慢。那常精进的人呢，已经于已经证得无上菩提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这成佛了我们现在有不少人有这个现象啊，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是要觉悟啊，啊，喜欢多闻的人，真正持戒念佛，啊，喜欢多闻，他不能往生，啊，来生呢？还在人生遇到佛法呢，继续再修学，这可缘分啊，如果没有缘分可能耽好好几世乃至十几世百世千世不一定，因为不知道你到哪里投胎去了，投胎在那个星球上没有佛法
你觉得空过啊，像一些持福不精进人念佛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之菩萨，不一样啊。差别太大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是从理上讲的。理上是一点的没错，啊，法门必须要一门深入，无论哪一门，一门深入就对了。啊，广学多闻呢，那你就错了。那么四弘誓愿里头明明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我怎么选错了呢？你有没有看到前面两句？法门无量誓愿学不是摆在第一句啊，第一句是叫你发心啊，第二句是叫你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你能证果，能证无上菩提啊，真的无上菩提再广学多闻，那就没错了啊，不是叫你一起步就广学多闻，没这个说法的。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阿难为我们表演的这个路，就是我们今天一般人，绝大多数的人都走这条路。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迷失道路，走这条不足以为奇，正常现象。那为什么？他受大众的感染，啊，什么时候他才能回头？他什么时候真正觉悟到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就回头了啊。为什么修行？修什么自己要知道啊。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就在本经的经体上，写得非常清楚。那学佛修的是什么？清净平等觉，清净心，这从果德上讲的清净心，阿罗汉真的平等心，菩萨真的啊，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真的那么你自己要去想一想啊，你就试试看，广学多闻，你能得清净心吗？比世间人强一些。世间人烦恼习气没断呢。啊，你能够把烦恼习气断掉了，清净心现前。记住，
见思烦恼的习气断了，才能证得虚脱很苦啊，最高的证得阿罗汉果。阿罗汉距离化身菩萨非常遥远的，那么遇到这个法门，一门深入，信愿持名，一向专念，一生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就是法身菩萨，一生成就啊，虚脱还要证得阿罗汉，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多长时间？人间时间不长，天上寿命长啊！啊，忉利天距离我们很近，忉利天的一天，人间一百年啊！我们在人间活了一百岁，在忉利天上是一天啊！忉利天的寿命一年也是365天。寿命是1000岁，你去算吧。啊，人间的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这样人间天上7次往返，证阿罗汉果。不容易啊。啊，证得出国之后，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你在六道里就是人天两道。跟极乐世界不能比。极乐世界的消业障靠佛力。阿弥陀佛加持你，此地消业障凭自力。我们要有智慧，要细心观察，遇到这个法门不容易啊。稀有难逢啊，你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你怎么会遇到啊，遇到之后啊，还怀疑，还不相信，还喜欢涉猎其他的法门，认为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错了，大错了。啊，你在这个法门真正扎根了，你去学看其他法门，就像善财童子53禅啊，善财童子选定了净土念佛往生啊，他第一禅啊，善知识是得云比丘啊，得云比丘修波州三昧，专念阿弥陀佛，专求往生净土。善财去参访，他跟善财讲了21种念佛法门，那21
不是数字，是表法的。密宗表法，十六、二十一都是代表大圆满。那华严是圆满的大法，一样都不漏。啊，里面有显有密，有宗有教。啊，宗是禅宗，教是教下。啊，所以它代表大圆满。啊，那么他去参学，我们中国古人所谓先入为主，印度也是这个意思。第一个善知识传给他的是他主修的法门，那么往后五十二参，五十三参的第一个净土法门，往后啊五十二个代表无量法门，代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参访，门门都明了。学不学呢？不学。你看每一参幕后理谢啊，礼拜感谢，我对这个法门明了了。后面什么？后面就慈心了。以此，这个意思就是他不修，我通通明白了，我不修，我还专修念佛法门。到最后第五十三禅，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所以你要会看呐、啊，一头一尾代表大圆满，他到极乐世界去了。一生当中，他什么都学，学了什么？什么都不修，他只修他的净土，念佛法门。那为什么要学这么多？为戒引众生，众生的根基差别太大，所以要广修多闻。广修不是为自己，是为戒引众生。啊，净宗是难信之法，他不能相信，就得用别的方法。啊，广学是为度众生。啊，一门是为了度自己，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由是处，没这个道理。啊，可是世间确实有不少众生慈悲心切，啊，自己没有度了，就先度别人，舍地藏菩萨。啊，地狱不空啊，我誓不成佛。这一句话，地藏菩萨讲可以，我们要学这个法门不可以。为什么？地藏已经成佛了。啊，他已经到等觉菩萨了。我不愿意成佛度众生，行。我们是什么果位？初果都没有证得，你怎么敢学地藏菩萨？学地藏菩萨跟众生一同入火坑。这个道理，这个事实
必须要看清楚，看明白。啊，真正要讲度一切众生，先到极乐世界度自己。到了极乐世界，你就有本事学地藏菩萨。啊，为什么？虽然自己没有证得等觉，但是阿弥陀佛威神可以加持你。你自己没有证得得佛阿弥陀佛加持，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等觉菩萨没有两样，这行啊！啊，而且呢，你度一切众生，自己并没有离开极乐世界。可以学几层，可以学观音，学哪个菩萨都行，不到极乐世界都不行。啊，所以叫偶尔，像这个善财一样，啊，五十三参，他五十三参成就自己，成就什么？成就自己坚固的信心，他没有动摇，他还是一句弥陀念到底，没有拐弯，没有受外面影响，啊，反而这个信心越来越坚定。我们要学善财呀、啊，善财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的，当中经历无量法门，那个五十三参代表无量啊，啊，不为所动，对念佛求生净土，增长信心，坚固了愿心。如是见一个想学一个，见异思迁，这个人完了，这个人真叫福薄啊，一门都不能成就，还是薄地凡夫，原地踏步，一步都没有跨出去，你说多可怜啊！所以初学老师太重要了，要遇到真正老师教给你，你能听话，你能真干，你会得受用啊！你不能听话，不能真干，老师一般对你是结缘，跟你结个法缘，你跟佛结个法缘，为什么？你这一生不能成就。跟众生结法缘，这个情形多啊，大概99%都是跟你结缘啊。真正要跟你成就，老师就不是这种教法，决定教你一门深入啊。老师有能力观机呀，你瞒不过他了。啊，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法师，
我们肯定他，他开悟了，他明心见性啊，他有能力关机，看到海鲜这个年轻人20岁。啊，看出他什么呢？看出他的老实、听话、正干。看到他学习的态度，真诚、恭敬。具足这个条件，这人叫法器。他会有成就。老和尚只叫他一句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就成功了。他真一教奉行啊，一生没有拐弯，一句佛号从来没有丢失过，一句接一句没丢失过啊，生活没丢失，穿衣吃饭不妨碍啊，心里头念佛了啊，工作没妨碍啊，乃至于处事待人接物，一句佛号没间断。我这一生看到一个人，张家大师，他不是念阿弥陀佛，他是念咒。这一句咒语他没有丢失过，啊，晚年我有这个机会亲近老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到他不说话的时候，嘴唇在动，金刚指啊，我们提出问题向他请教，他为我们开导开始啊，开始完了他吃咒就马上提起来，养成习惯了，行住坐卧都未曾丢失，这叫功夫成片呐！啊，他的功夫我们不知道啊，功夫成片我们看出来了。啊，念佛的人念到功夫成片，就决定得生。啊，什么时候往生，完全自己做主。啊，自己想现前往生，佛就来接引。你念头一动，佛就现前。啊，有寿命，寿命不要了。啊，佛会帮你忙。啊，海贤有这个境界。啊，他很特殊。佛给他个任务，啊，佛对他赞叹，说他学佛学得很好，啊，很好什么？就是具足前面所讲的条件。我讲了五桩事情，老实听话，真干。真诚，再加上个清净，他心清净，恭敬，对人对事对物恭敬，恭敬就是绝不马虎，非常认真啊，这个是学佛的好榜样，念佛的好榜样。现在这个世界，学佛的人虽然多，
念佛的人也多。虽然多，不如法了。是念佛人多，往生人少啊！社会大众看念佛人都不能往生，认为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所以弥陀命令贤公老和尚为这个时代的人表法，做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看，是这么个意思。那寿命说明延长了，那延多长他自己也不晓得。啊，他有他的任务，他的任务完成了，佛就带他走了。啊，诸位用心去听观点，你完全听明白了，不是假的，是真的。啊，所以世尊对于娑婆世界这个地区的众生原说了，啊，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现佛身而为说法。3000年前啊，释迦牟尼佛现身，千佛拥护啊，这1255个声闻弟子是千佛啊，他们来帮助世尊教化众生啊，示现为佛的弟子啊，就像舞台表演一样，释迦牟尼佛唱主曲，这些人唱配角啊，这个戏演成功了，无非是利益娑婆世界有缘众生啊，一直到现在还继续不断在表法，反复完全没有觉察到啊！真正觉察到的人会感恩知恩报恩啊，不知恩他怎么会报恩？知恩才会报恩啊，知恩的什么真感？怎么报恩？往生极乐世界，真报恩呐！啊，这个地方实验就是阿难喜欢广学多闻，耽误了自己。啊，而释迦牟尼佛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他真的无上菩提。啊，叫阿难护持末法，一护将来诸佛法藏，教化成就菩萨众。啊，这两个人发的愿不一样。啊，阿难发愿护持，弘法护法，地位是平等的，都重要。有弘法人没有护持不能成就，有护持的人没有弘法也不能成就。
两个人一定要配合，少一个都不可以。鸿鹄是一体，但是鸿鹄的象不一样。啊，护法的人好比建立学校，是这个学校的董事长，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护法的。弘法的是教员，啊，他会聘请教员到学校来教书，教学生。啊，这个教员教得再好，没有人请他，他无用武之地。啊，那么弘法的人要兼着做这些行政业务，他不能专心，他教不好。弘护一定要配合，功德是平等的。我们赞叹护法，就是赞叹弘法。啊，佛法为什么这么衰？没有护法的人，啊，有很多能弘法的人，一生没有机缘，啊，所以在一个地区，小地区讲经，教个几十个人。啊，发愿好的几百人，如此而已。古时候如是，现在还是如是。那么我们看后面。这里赞叹阿难护法，啊，他的任务护持将来诸佛法藏，那就是集结经藏，佛法能传到今天，有这么多经典留下来，这个功德是阿难尊者。啊，那么若论其集，这是思想上看，阿难集结经藏，传佛心印。传佛心印的是禅宗二祖，阿难是禅宗二祖，初祖是迦叶尊者。啊，迦叶尊者。传给阿难，叫阿难是禅宗第二代祖师，二十八传，大摩祖师，菩提大摩，到中国来了，啊，在中国成为中国禅宗初祖。一个是传教的，一个是传心的。啊，禅宗是传心，这种人很少，他上上根人。啊，不是上上根人，什么叫上上根？居处。清净平等觉的人，就是上上根人，有能力传授佛的心印，
一文钱无花。中国禅宗现在有没有？没有了。这桩事情，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他老人家晚年，我们遇到了，认识了。在那个时代，我每年会到北京去2-3次，向他老人家请教。他告诉我，佛法从今而后，真正成就只有净土。他是密宗上师，他也是宗门的传人。他的禅宗是虚云老和尚传给他的。可是他为我们表现的念佛往生净土这一部注解完成之后，他每一天念佛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走了。做样子给我们看的。他没有用力，他也没有用禅，他用念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他样样都通达，最后归净土。特别显示净土的殊胜，无与伦比啊。那么阿难不但传禅宗，还传密宗。承传大教的关键任务，莲花生大师《应化因缘经》里头说，密教初祖莲花生大师从阿难受世尊玉柱传佛之秘法，这就是说明密宗里面莲花生大师的法谁传给他的？阿难传给他的。阿难受释迦牟尼佛的祝福，把密法传给莲花生大师。又胎藏界曼陀罗抄，抄是注解，第三卷里头说，阿难密号即法金刚。阿难在密宗里头的称号叫即法金刚，即即如来法藏。密宗里面称金刚，显宗里面称佛陀。金刚就是佛，
啊，佛在密法里头称为金刚。啊，有《太藏界曼陀罗朝》里头讲，阿难密号七法金刚，此又显阿难之本。啊，阿难的本来面目，啊，盖金刚即佛也。啊，密宗称金刚，显教称佛。故知阿难护持佛法是其本愿，现则示现为佛是者。啊，跟佛是同学同参的、啊、同一个老师学到啊，啊，他发愿个人愿不一样，他发愿生生世世护持正法，所以护持正法是他的本愿。那无论是世尊所传的显教、宗门教下，或是密教，通通护持，啊，通通参与乘船，世尊在世的时候，阿难示现为佛的使者。续佛慧命，即往开来，故于本经当机。啊，这部经谁来承传？阿难来传。啊，这部经两个当机的，前半部阿难，后半部弥勒菩萨。意思深长啊！啊，续佛慧命即往开来，故于本经当起，乃能善知思维，发此妙文，由他来祈请。无量寿经由阿难尊者来祈请。那再看下面这句：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啊，越是喜悦。啊，喜悦，凡夫喜悦里面掺杂着情识。前世是染污，不清净的。啊，阿难的喜悦是清净心，没有丝毫染污，这是我们要学的。这叫真功夫啊！啊，持戒的目的在此地。啊，戒律成就了。一切的染污都放下了。啊，清净心现前，戒律成就。平等心现前，禅定成就了。啊，心里的还有高下。甚至他还有高下的习气，他还没成就。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智慧成就，戒定慧三学，
我们经体上有戒定慧三学，有佛法僧三宝，清净三宝，平等法宝，觉佛宝。三学三宝啊，圆满具足啊，这是修行。果报呢？果报是经体的上半部，大乘无量寿庄严。果啊，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好，圆满具足啊！用的方法巧妙极了，信愿持名就达到了啊！要多少时间？《弥陀经》上说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就成功了。我们的业障重，烦恼习气重，一天七天我们做不到。三年五载行不行？行，太多人了。你看看《往生传》，你看看《净土圣贤录》里面念佛往生，这些人值得我们羡慕。这些往生的人，他们学了多久？大多数都是三年。早年头，我在台湾讲经，在台北市，有一个同参道友，他年龄跟我差不多。出家早，二十几岁就出家了，早我好多年，他提出个疑问来问我，他看《往生传》，看到那么多人，都是念佛三年就往生了。他问我，是不是他们的寿命都到了？我一听他这个疑问，我告诉他，不可能，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几个可以这么说法，几乎达到一半了，那就不能这个说法。这个说法不合乎逻辑，那应该怎么解释呢？应该是他念佛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可以做到，两三年可以做到。就像海贤老和尚所说的，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处，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叫成片。见思烦恼每一段，但是功夫成片了，功夫打成一片。那烦恼不起现行，他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啊，这叫把功夫啊，这个能量把烦恼控制住了，烦恼没断，但是它不起作用，这就能往生。功夫达到这个境界，阿弥陀佛一定来关怀你。啊，或在梦中，或在定中，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告诉你，啊，你还有多长寿命？等到临命终时，佛来接引你往生。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不少人见到阿弥陀佛了，这个机会他就抓住了，向阿弥陀佛要求，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这种事很多，不是偶然机构啊，太多这个例子了。阿弥陀佛慈悲，就带你走了，这才能讲得通啊！啊，讲得圆满呢，大家能相信啊。啊，如果自己有把握，那对于教理有相当程度的通达啊，他不到极乐世界去，他要在这个世界把功夫向上提升。经常有说，娑婆世界修行一天，抵得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为什么？这叫难修，难修那就非常可贵啊！极乐世界没有障缘，所以进步很慢，这个地方障碍太多啊！你能够克服，提升的特别快。有了功夫成片了，继续三五年精进不退，就能证得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是小乘人往生，不是凡神通居土，凡神通居是六道凡夫往生啊，没能断烦恼，功夫成片，把见思烦恼断掉，有个三五年时间够了啊。那么他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了啊。这个时候如果没往生，再有三年五载，他就能提升到理业心不乱啊。于是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细心学习海贤老和尚的碟片，我们能体会到他什么时候功夫成片，应该在20岁以后。他20岁出家的，修这个法门就是心愿持名啊，一般3年可以达到而已。我相信他3年达到，那么23岁啊，23岁他没走，他继续用功，他没有改变。30岁就能得到事业心不乱，事业心不乱就是阿罗汉啊，清净心现前。啊，那么再过个6000年，他就能证得理业心不乱，就是
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真得了。啊，这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表演的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开悟，属于同一个境界，跟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讲《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都是属于同一个境界。在净土，这叫离业心不乱，生十宝庄严土。啊，很清楚啊，我们能看到啊，一句佛号能帮助我们证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即身成佛。啊，那么以后行止完全看缘分，缘分不同，用的方法善巧就不同。啊，海贤老和尚是生在乱世，生在佛法非常的衰微时代，一般人不能接受。啊，身边常常在一起修行，同修不多。啊，顶多一两百人。啊，常常见面的几十个人。这是环境的缘分呐。啊，在这个时代，人们都相信科学，都贪求物质，特别是财富，啊，贪求这些享受，七情五欲的享受，不相信宗教，不相信轮回，不相信因果，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为我们表演一生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明显的表示这一个法门的需求，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寿命延长了，112岁走了。啊，最后的表法就是拿到《僧赞僧》这本书。啊，这本书是赞叹净土的。啊，赞叹净宗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圆满成就，啊，有一些居士去看他，带了这本书，啊，他不认识字，他一点问：“这什么书啊？你们带来的？”啊，居士们告诉他，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他听到这个
书的名字《无量的欢喜》。为什么？他天天在等，就等这个东西啊，真的到手了啊，马上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这是表法，最后的表法，大概就是阿弥陀佛告诉他，哪一天有人把这个书送来，你的表法就圆满了，佛就带你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他天天盼望，天天等待，果然等到了。佛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照完这张照片之后，第三天走了，没有生病啊，还干了一天活，从早到晚在菜园里面整地。拔草啊，浇水干一天，晚上走了，表演的好啊，不是说我今天晚上走了，这一天可以休息放个假了啊，让我准备准备，没有，一样干活，跟平常一样。说走就走，同学们有人告诉他了，你哪一天走跟我们讲讲，我们大家给你助念，他拒绝了，说不要助念，助念是没把握，我有把握，我自己走啊，不需要人帮助。啊，那么他的寿命实在讲太明显了，阿弥陀佛不得延长的啊，应该他的寿命也是七老八十啊。他的师弟海庆法师82岁走，他母亲86岁走的啊，在我们像一般当中他也是80多岁吧，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到112岁，阿弥陀佛给他延长。完全是做给我们看，想不想一生成就？想不想往生净土？啊，要是想，不难。真心切愿，一向专念求生净土，个个都能成就啊！纵然过去造了很多罪业，不要紧。这一句阿弥陀佛经上讲的，我们要相信，念一声佛号，消80亿劫生死重罪。你要相信佛不是说大话，不是欺骗人，句句都是老实话，相信的人有福了啊！特别是生在先前这个时代啊，什么都不要想啊，不要受社会这些变化所干扰所影响啊，无论什么境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啊，通通都是一句阿弥陀佛，万法归一，一就是这一句佛号啊，一切法通通归到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代替一切法，你心就清净，念佛功夫就得力了啊！你要是还是受外面境界干扰，
还放不下外面境界，你的功夫怎么会得力？不得力，那古人讲的只是阿赖耶里面落一个念佛的种子，作为他生后世遇到缘继续再干的这个好处啊，这一生不能成就，这一生要成就要放下，万缘放下啊，也就是我常常劝勉大家的，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外面环境一定来干扰，干扰随缘。啊，你说好很好，啊，你说不好也很好，一切都随缘。随缘怎么叫随缘？不着相叫随缘，着相不是随缘。啊，着相就造业，无论是善法是恶法。只要着相，着相是你把这个放在心上，这叫着相。那阿赖耶是有善有恶，着善的相，将来来生生三善道；着恶的相，来生果报是三恶道。你决定逃不了啊！怎么就不着相呢？不管他是善是恶，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放，这叫不着相。那你心里着的相是阿弥陀佛，念念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决定的是如果你寿命不要了，那你三年决定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过去几年黄忠昌大家还记得他。这个小伙子30才出头啊。听我讲经，念佛3年往生，他试试看。在深圳闭关，向小丽居士护他的关，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圆满，他日知时知往生了。真的不是假的，寿命有啊，不是没有，不要了，求阿弥陀佛带他走啊，佛就真的带他走了。黄忠昌能做到，人人都能做到，怕什么呢？念佛人有没有灾难？没有，灾难来了到极乐世界去了，灾难不来也去了，所以不受灾难。要明白这个道理，发挥世尊释迦牟尼佛给阿难尊者这些人舞台表演了，
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要能看懂啊，得真实的理由。啊，自自然然能放下外面，放下外面不是不工作了，照样工作，照样穿衣吃饭，一桩事情也没少。啊，怎么放下呢？心里都不着想。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不要忘记阿弥陀佛。啊，所有一切善业恶业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别认真了。什么都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功德就是。不把外面境界放在我心上，这就是功德。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那叫专修净土，决定往生，不难了。啊，阿难在这个时候。表演为我们大众请法啊！这摩诃说：“故于本经当起，乃能善自思维，发此妙文。”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啊！清净两个字重要。我们要学清净啊！换一句话说，阿难没有受外面境缘干扰，干扰就被染污，就不清净。我们的麻烦就在此地，眼见色，被色干扰，被色染污，耳闻声。被身干扰染污啊，这是六道凡夫的习气，习气太深了，怎么回头？学习经教是帮助我们回头啊，但是要学了要正干，那就是要把经教里面所学到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啊，保护自己的清净心。清净心是真心，真心没有念头啊，真心立念，起心动念是妄心。如何在境界里头恒顺众生而不起心不动念，真功夫。啊，只要能把握得住，控制得住，我们往生就成就了。在下面说诸根，指色相身，指眼耳鼻舌身五根。啊，越狱喜乐。这是所有凡夫都有的，你在顺境善缘啊，无根快乐啊，但是不清净啊。阿难比我们殊胜，
超越的就是他清净，有喜乐，不着相。为什么不着相？当体皆空，不可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常常想到弥勒菩萨的对话。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啊，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头生灭，念头生灭的次数。一弹指有多少？32亿8000年，32亿乘8000，8000是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能生万法。这个万法就是全宇宙，整个宇宙一样都不少。一弹指，它已经生灭320兆次，它是真的吗？不是真的。我们这样微细念头没有办法体验。我们讲最初的，最初的是我们今天讲一秒，一秒一秒过去了，这过去了再回不来了。你去常常想这个，这就是事实真相啊！一秒一秒的过去，过去永远不会回来。所以佛告问，这假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佛说这些目的是什么？目的叫你不要着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可得，不可得你想得错了，你念头错了，不可得就是不可得，放下，放下就对了，放下人清净心现前了，放下染污，放下心浮气躁，躁动，啊，放下躁动，心是平等的，放下染污，心是清净的。真心现前，真心是清净平等，起作用就啊，这个就是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不是骗人，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掌握住。啊，这个清净下面有解释，家乡素云，光显也。啊，佛光显示出来的。又《宝积经》里面说，如来圣者自信清澈，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如来圣
发心身，所以自心清澈。啊，慧能大师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他第一句就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就是自心清澈。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永远是这样的，啊，从来也没有受染污过。那染污是什么？然后是你自己的幻想，不是真的被染污了。啊，真的没有染污，自己想到染污了。那一大堆的念头，那是染污。放下念头，恢复清净。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妄心是假心，不是真的。啊，一念不绝，从真心生出一个妄心，叫阿赖耶。那如果是真的染污了，你还能洗得干净？不可能的。啊，你的心被染污了。这句话不是真话，也不是假话。你要会听，啊，你放下妄念，清净心就现前；放下浮躁，平等心就现前。啊，什么叫功夫？功夫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能放得下。啊，每一天能吃得饱，穿得暖就够了。不要把明天事情放在心上，不要把明年事情放在心上，它还没到啊。啊，佛给我们讲事实真相，没有三世，也没有十方，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是从这生出来的。真诚的爱心，啊，那我们所有境界都是自己念头产生的，自己对自己负责。啊，业因果报，自作自受。没有任何一个人主宰，是你自己主宰自己。经教道理搞通啊，它的好处是什么？帮助你放下。你为什么放不下？把这些虚妄当作真实，这叫迷，这叫惑，迷惑，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不迷了，不迷晓得全是假的。啊，体是真空，不可得；相是生灭，也不可得。啊，体跟相都不可以得。啊，都不要去想，就对了。啊，那个想，通通是妄想，真心理念没有念头，起心动念就是阿赖耶。叫什么是阿赖耶？什么叫迷？起心动念是迷，起心动念叫根本无明。啊，六道从这来的，十法界也从这来的。所以你要是不迷了，不迷就没有念头，十法界跟六道全没有了。
啊，它是迷里头产生的幻想。啊，佛教给我们把一切境界看作梦中佛事，梦幻泡影。那这个梦幻泡影就是比如十法界，包括六道。啊，六道是一场恶梦，四圣法界是一个美梦，啊，都是梦。六道轮回里头，只有苦没有乐，只是苦乐多少，三善道乐多苦少，三恶道苦多乐少。如此而已，自性里头没有苦乐。因为他一念不生，有念就是无明，没有念无明就破了，无明也不是真的。啊，是自信清澈。下面提问：何以故？为什么？如来久矣，远离一切烦恼，诸垢秽故。啊，这个话要会听。久矣，是自信的。自性里头没有一切烦恼，也没有染污。啊，烦恼就是我们现在习惯所讲的心浮气躁。妄想杂念，这烦恼。啊，没有染污，不受外面境界影响，因为境界是空的，境界不是真的，在境界里头如如不动，清清楚楚，因为如如不动的心是真心，真心照见一切诸法，诸法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就是原理。啊，如来身者，出过世界，出是超出。过也是超过。啊，何以故？为什么？不为世法之所染污故，在世法里头，它不染污。如来身，注意这三个字。如来身是我们的本身，是我们的自性法性身。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相通通是法性身，啊，佛是法性身，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都换了，这种肉身没有了，这物质现象没有了，啊，这啥嘞？到极乐世界，个个人都转八十乘四指，所以通通是法性身。
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啊，那就是华严所说的唯心所现，只有心现，没有识别，识是迷了才有识，不迷哪来的识？所以那是完全心现。六道十法界，心现上再加上一个识别，妄心。妄心变化，妄心生灭啊！所以我们眼前的现象，一半是生灭的，一半是不生不灭的啊！我们学习，我们联系，是用屏幕啊！你收看卫星。是屏幕，你用电脑收看我们的网络也是屏幕。屏幕就像自信一样，啊，里面什么都没有。难道我们起心动念呢？起心动念就是屏幕里面的影响，有音声，有画面。音声画面是生灭的，这个大家知道啊，有频率的啊，大概一秒钟，这个画面生灭一百次，一秒钟，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逼真。但是你要晓得，这个画面是生灭跟不生灭结合在一起出现的。啊，不生灭的就是屏幕，屏幕是体，能现。生灭的是画面，画面跟屏幕融成一体，我们看到的。所以生灭当中有不生灭，不生灭里头有生灭。这些你看出真相了啊？那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要不生不灭，我们要这个，我们不要生灭，我们要不生不灭啊！那不生不灭的，就是我们的灵性啊，是我们的自性本性，不生不灭。所有现象，所有现象都是生灭，是从起心动念生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今天心想佛，就现佛；我想菩萨，就现菩萨；我想贪嗔痴，就现善恶道。啊，贪是恶鬼，啊，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想什么现什么，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会修行的人修什么？就是修自己念头。啊，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不起心，不动念，佛境界就成佛了。啊，没有烦恼，只有智慧。啊，起心动念有，还没能放下。分别执着放下了，这是菩萨。啊，如果有分别执着，凡夫啊，六道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啊，他迷了，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天天看电视，看电视会开悟，看电视能成佛。那也是一法门，为什么把它真相看出来了？啊，恍然大悟！你看，生灭跟不生灭
是一体啊，所以是一体，这确实又是两桩事情啊。融在一起的时候，对我们才能看得见，才感觉到它存在啊。实际上，它根本不存在。从这个地方能悟出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到此地，《宝积经引》的这一段后面还有几句我们还没讲完啊，我们下一堂课接着再学。